4月30号，我们跟很多的朋友在台东市会有一场爱台东反核废的游行，在这里广告一下，请大家一起上街头，告诉我们的县政府，我们不要核废料。全台中的用电量只有0.5%，所以我们可以分到1000桶核废料就刚好了。其他的19万多桶，请用很多电的人把它带走。这是我们最高的境界，是污染者付费。因为我们用电也有付费啊，我们又不是没有付钱，为什么要我们处理那么多的核废料？而且这个核废料是100万桶，直到永远。好，4月30号，街上见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散步。最后一首为大家带来台东的《加